买东西吃。等我一下啦。那个，你是何文光吗？嗯。我是校班的李浩轩。你好。我在看校刊，然后，我注意到你投稿的文章，我很喜欢。不是那种喜欢，就是我很欣赏你写的文章。那我可以跟你交换联络方式吗？嗯，好啊。你的名称叫什么？我叫何文光，就本名。家好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吃冰，冰就要融化了。那个，我们要在一起。你看，我们这次一起创作明信片印好了，欸，可是我觉得你这里画的有点奇怪，欸。你还敢说我？你看你这次写的文案，也不比前面几次好吗？啊，我就只是开玩笑而已，你干嘛这么严肃啊？事情，欸，我已经不生气了，不吃也没关系。那不然你生日的时候，我去你家帮你庆生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刚刚去多纳兹排队排超久的。你干嘛去多纳兹？你看，你妈今天又煮鸳鸯锅。
对啊，难吃到我都想要逃跑了，亡命鸳鸯。嗯，来来，我们来吃蛋糕。那，你最近在学新的程式语言啊？嗯，对啊。你真的很厉害，如果我们以后一起去澳洲念书，你一定会比他们更厉害。光，我不去澳洲了。以我的科技来说，为什么？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去澳洲念书的吗？光，以我的科技来说，毕业之后在美国发展会更好。可是你知道我们这样就要远距了吗？我想先离开，我要冷静一下。是收不到这封信的你。那日明媚的风景点缀，你我相互许诺的未来，谁知年少纯真，一如当日皎洁的蓝天，说好的并肩，却在这次的分岔路上成为了擦肩。只愿我们带着对彼此的思念勇往直前，你好我好，才算不负那万分之一的相见。你写这个软体看起来很厉害。也还好啦。那个当年挺可惜的，对吧？如果当年我没有提出分开的话，那我们会怎么样？刚刚去多纳之超排超久的，卡！哇！好丰富！快点！我找东西是要找多久？